欢迎各位网友进入今日嘅微博湾区频道当中。咁关注啦，就系今日呢条最新嘅影片之前啦，先请各位网友啦，就系点赞、订阅同埋转发，先多谢大家嘅支持嘅。咁今日时间去到啦，就系三藩市 Which 民区 Command 街嘅呢一间啦，就系泰国嘅餐厅呢度啦，就系享受一餐嘅泰式嘅呢一个咧，就系牛肉粉嘅。咁第一次啦嚟到呢一间嘅泰国餐厅咁样啦，哇，发觉啦。这个格局呢似乎呢同我哋中国传统嘅呢、这个即係餐厅嘅格局呢有所不同咁样喎。佢居然呢将个厨房呢放到呢就係大门嘅左前面嘅。咁但係呢即係顾客即係入去呢一个呢就係餐厅就餐区嘅时候呢就会经过呢个厨房咁样嘅。即係对于我嚟到讲啦较为一啲新奇咁样啦。咁第一次啦首次啦嚟到呢就係食呢一个呢就係泰式嘅牛肉粉啦。咁佢又同呢就係中国嘅传统沙河粉啦又有所不同咁样嘅，即係睇返啦佢嘅呢一个味道啦，亦都係融合咗啦就係中式嘅呢一个牛腩粉咁样嘅。咁所以呢我觉得嘩，咁呢一个呢可以讲呢就係中泰嘅结合咁样嘅。咁我揀咗呢一个呢就係牛肉粉啦，佢嘅粉呢就唔係话沙河粉嚟嘅，係用呢一个呢就係米粉嘅。咁呢个米粉呢又同呢一个呢就係广东嘅河源嗰种呢又有所不同咁样喎。咁如果大家有时间话呢就可以去试一试咁样嘅。咁位置呢就係位于呢个 Command 街，咁大家可以呢就係尝试去到呢就係接近一个 Command 街嘅一间叫工商银行附近嘅位置啦，就可以寻找到呢一间嘅泰国嘅茶餐厅㗎啦。咁呢一间嘅茶餐厅嘅呢一个牛肉粉啦，咁除咗係有呢一个呢就係广东传统嘅呢个炆牛腩嘅呢个料之外啦，呢一个汤底啦亦都係非常之浓啦。咁然之后亦都加咗呢一个呢就係粤式嘅呢个河粉嘅新鲜牛肉落去，即係生滚咁样嘅。咁食落味道呢非常之浓郁嘅。咁我叫咗杯呢就係泰式嘅奶茶啦。其实即係如果食一啲即係咁味道比较浓嘅呢个食品嘅话呢，其实呢唔应该叫泰式奶茶。咁不过汤嘅味道呢食落去呢亦都係比较浓郁咁样啦。其实呢可以捞埋饭食呢，我觉得已经係可以㗎啦。咁今日嘅时间啦，除咗就係食呢一个呢就係泰国餐厅嘅牛肉粉之外啦，咁我特意啦就係去到呢一个旅行社当中啦，咁咨询返啲啦就係近期嘅旅游资讯㗎。咁因为呢即係睇返啦，咁嚟自啦中国国内方面啦，咁呢一个防疫嘅政策啦有些少嘅松绑啦，亦都方便咗啦就係大家揸呢个中国护照啦或者係其他护照嘅话啦，咁去中国嘅话呢都似乎呢有啲嘅松绑咁样，一起去了解一下。咁歡迎大家嚟到咧，就係微博灣區頻道當中嘅。咁睇翻咧，就係臨近一個年底啦、節日咁樣啦。咁大家外遊嘅意願咧都係非常之強嘅。咁即係睇翻咧，就係而家呢一個外遊嘅呢個走向係點樣嘅話咧，我專程咧嚟到咧就係 Command 街呢一度啦，三藩市 Command 街呢一度嘅民警假期。咁揾到咧就係民警假期嘅阮小姐嚟到咧就係頻道當中，即係請佢咧就係講講咧，即係而家咧，即係大家外遊呢個意願係點樣嘅喎。係 ，Sweet， 咁啊久違咗啦喎。Hello， 大家好，我係 Sweet 啊。咁啊，最近咧呢個疫情其實都差唔多叫做結束噶啦，大家都已經冇曬感覺，大家都已經出去玩嘅啦。咁所以咧加上亦都有好多嘅國家咧已經係乜嘢都唔查你，直接就可以直出直入噶啦。所以而家好多人出去玩啊。其實而家咧，已經是以病毒共存的情況下，很多東西都已經是升價了，特別是機票方面，航班它就並沒有增加，但是它的價錢呢因為需求量實在太勁了，所以它升得很勁，特別回香港，現在回香港最近回香港的機票價錢，哇，漲了幾倍。嗱，咁啊講到啦，就係機票方面啦，我見到啦，就係近排咧，我哋國內咁樣啦，飛夏威夷嘅呢一個機票咁樣價格啦，都係異常之貴嘅，即係都揾唔翻啦。以前咧就係250蚊以下嘅直航嘅票價咁樣，就算係中轉嘅話咧，呢個票價亦都平唔得去邊度嘅。咁啊，當然啦，呢一個咧就係從官網方面咧就係購買啦。咁唔知道咧旅行社方面嘅團購價格係點樣嘅話咧，咁亦都要諮詢翻旅行社方面啦。咁啊，當然啦，跟團出外玩嘅時候咧，呢一個
旅行嘅支出咧就會相當之平嘅。咁啊，旅行社咧同大家咧就係安排得貼貼當當啦。咁啊，所以啦，咁啊大家都勉強咗咧，就係租車啦、酒店住宿啦等等啲費用咧，亦都會咧應該會比呢個自由行咧大概會減咗咧，就係3-5%左右嘅。咁啊，時間嚟到咗咧，就係11月30日啦。咁相信咧就係居住於三藩市灣區嘅呢一個咧就係市民啦，都係久違咗啦，就係翻中國咁樣啦。咁啊，對上一段時間咧，就係翻中國直航嘅話咧，這個哇機票價格咧上10,000咁樣，而且咧仲係經濟座位嚟嘅。咁唔知道咧，即係而家咧中國內地咧開放咗，可以中轉翻內地嘅話咧，這個出行嘅費用係咪平咗啲咁樣咧？翻香港咧就唔係淨得香港人先至可以翻香港，咁美國護照咧都可以翻香港。咁而家變咗翻香港嘅需求量咧就係大增。咁佢直飛航班咧就只有國泰一個航空公司。咁如果你覺得價錢比較貴啲咧，你可以選擇喺台灣轉機啦，或者其他國家轉機翻香港，個價錢咧就相對就會平啲嘅。咁至於翻大陸咧，之前啲客人咧佢就係經過香港啊，跟住再翻大陸嘅。咁但係而家咧翻香港咧，你翻大陸咧依然仲係要停3晚。才可以回大陸啦。另外而家回中國的政策呢它是改變了啦，又改變了。中國政府呢它都是同意你呢在第三個國家呢直接就回中國。比如說呢在韓國做轉機啦，現在多了韓國選擇呢就經過香港回中國呢就少了這個客流量啦。咁翻韓國轉機有咩好處呢？就係你直接喺美國呢度咧做咗一次核酸，你就可以直接就經過韓國就翻中國。另外一個優點就係機票平啊嘛，大概1,000-2,000就係單程就可以翻到去，咁會比較好嘅一個選擇啦。而家咧就係翻呢一個國內咧多咗種嘅選擇咁樣啦，即係冇以前嗰個費用咁貴咗咁樣。係啊，冇錯，因為而家可以轉機嘛，咁所以咧個價錢就會平咗落嚟。不過直飛依然係咁貴，直飛依然嘅幅度咧都係要3,000-2,000嘅。而且是不是仲係單程定雙程咧？單程嚟㗎，我講嘅全部都係單程機票，但係對於年頭嚟講咧，個價錢其實已經係打了差不多成5-4折的了。如果那些客人呢想要回去呢，你可以選擇在韓國轉機或者第三國家轉機，你去核酸就在美國做一次就行了，會比較方便咯。我覺得個人來講會比較好過在香港轉機咯。自從就是中國內地就是允許這個乘客可以直航或者中轉回國內的話，是不是香港的航空公司或者經香港中轉回內地是少了這個客流量的呢？現在會的，因為選擇多了嘛。另外在香港轉機的話，你回大陸也都要停3晚，因為現在回中國仍然是要5+3的隔離政策，咁圍到你翻一次中國嘅話咧，起碼要花你成12日出唔到嚟嘅情況，咁所以會多人選擇咗直飛或者轉機直接翻入大陸咯。翻中國國內咧，當然中國護照係可以啦，但係對於外國護照嘅人士嚟到講咧，咁佢哋而家係可以點樣做嘅咧？而家咧，如果你係咪重新簽證翻咁樣咧？以前嘅10年簽證咧，已經係暫時係唔可以使用嘅。咁如果你要翻中國嘅話咧，你必須係要重新去辦理呢個簽證嘅。咁重新辦理呢個簽證咧，咁唔係話隨便你都可以辦到簽證翻大陸嘅。你必須要中國咧要有直系親屬啦，比如話爸爸媽媽啊、兄弟姐妹啊、老婆先生啊，咁呢一種情況咧，先至可以申請到辦簽證翻中國嘅。哇！重新辦過呢一個咧，就係中國嘅簽證嘅話咧，係咪嗰個費用咧會稍微貴啲咁樣？聽講咧，一啲嘅人士翻去嘅話咧，哇！重新簽過，即係冇咗之前簽嘅十年簽證嘅話咧，要幾百蚊喎，係咪啊？
手續費啫。咁當然啦，因為而家咧簽證嘅流程咧就冇以前咁簡單嘅。咁相對幫你辦個辦個證件，咁收取適當嘅手續費，其實都係比較合理嘅。嗯，同埋咧，即係而家更換中國護照啦，或者係簽證咁樣啦，哇，全部都係網上即係去到辦咁樣，所以咧對於一啲咧唔識得咧就係電腦嘅人士嚟到講啦，都相當之麻煩咁樣。其實最好咧就一係你就自己識啦，資料齊啦，咁你就可以自己去辦啦。如果你比較資料，如果你自己辦嘅話又稍微唔係好齊咧，來來回回嘅郵件啊、信件啊，都已經係拖咗你一個月兩個月嘅時間嘅。咁有啲客人咧，你辦簽證嘅時候咧，你都要注意翻嗰個時間啦，因為咧佢係俾你三個月之內去一次中國。咁比如話而家係十一月啦，你打算明年四月五月先至翻中國，你就唔好而家辦啦。你最多係預計係提前一個月、兩個月咁樣樣辦會比較好啲咯。你自己因翻啲時間啦，因為三個月之內一次。咁如果即係大家想即係辦呢個簽證啦，或者更新呢個中國護照嘅話咧，咁可唔可以揾你哋幫手嘅咧？可以啊，我哋可以幫你嘅，如果你有需要嘅話，嗯。咁國際方面嘅出行信息咧，我哋就了解到呢度啦。咁睇翻咧就係國內方面啦，臨近呢一個聖誕節啦。咁唔知道咧，即係按照民警嘅呢一個參團嘅人數嚟到講咧，接住落嚟嘅呢一段時間，唔知道呢、這個客人啦，就係、是、外出嘅意願點樣咧？OK， 因為咧而家聖誕節就嚟到啦嘛，咁通常去玩咧都係一家大細啦、五口之家啦、四五口之家啦，咁所以咧出國遊嘅意願咧可能會稍微會少咗啲，因為而家咧你閒閒地出親國玩啊，起碼都要兩三千蚊一個人，咁對於一個大家庭嚟講個預算會比較高啲，咁所以咧變相我哋嘅 local 團係賣得非常之好嘅，比如話九金山出發嘅團啦，有四日啦、六日啦、七日嘅團啦，係賣得非常之好嘅，因為佢唔涉及到飛機票嘛，咁隨時走都 OK， 隨時報名隨時走，咁所以咧賣得係非常之好嘅，嗯。嗱咁local 團啦就分享到呢度啦，唔知道啦，即係來年啦，2023年啦，有啲咩團啦，就係 plan 咗出嚟咁樣咧，可唔可以預先啦，同我哋嘅觀眾咧就係、是、透露一下咁樣咧？可以啊，因為咧而家我哋啲客人咧，通常佢會提前四五個月啊，就開始計劃自己嘅未來嘅行程噶啦。咁我哋而家咧已經係賣到去到五月份嘅行程噶啦，比如話歐洲啊、土耳其啊、摩洛哥啊。呢啲行程，呢啲出國嘅行程咧，全部都已經係賣緊嘅啦。咁最多人中意嘅就係我哋啱先出啱啱走完嘅一個意大利深度遊啦。呢條線嘅話係非常之多人受捧嘅。我哋喺3月13日咧，我哋有一個團再次出發嘅。咁希望見到你啊！哇，原來咧就係、是、來年咧就係、是、咁多嘅團咧已經 plan 咗出嚟嘅。咁如果大家即係想跟住呢一個咧就係、是、民警假期一同外遊嘅話咧，就留意翻佢哋嘅電視啦、電台啦同埋網絡方面嘅廣告啦。咁如果有啲團啱我嘅話咧，咁我都睇嚟要隨團出發先得。夏威夷大家中唔中意啊？如果中意嘅話咧，我哋亦都可以設計一個夏威夷一個獨特嘅一個旅遊團。我哋而家喺度 plan 緊，可能去貓兒啊、大島啊啊呢啲。如果你哋係中意嘅話咧，希望你可以留言分享啊。咁起碼我哋知道大家嘅需求啦。咁睇下幾時可以同梁家樂一齊出去玩啦、啊。